洛池镇 Tuba Book 是一款科幻主题的点触式解谜游戏。游戏背景设定在1960年代，玩家将扮演一位再幸运不过的物理学教授汉斯·唐豪瑟，因为抽中了一张来自德国偏远山区洛池镇的免费住宿券，他千里迢迢地搭上巴士来到此地，想趁放松时顺便写下关于量子力学的最新研究。没想到在下榻的第一天夜里，出现了一名小偷，将他先前撰写的研究论文统统盗走。因此玩家只好放弃岁月静好的日子，踏上一段寻贼之旅。究竟盗贼的目的是什么？这趟调查的路上又将遇上哪些困境？就留给你来亲自探索咯。